放大看一下。这个鲜花什么的还都能用上啊。然后葫芦丝、二胡、排箫、古筝呢？古筝还没抬过来呢，古筝还没来呢。这个鲜花应该是又拿的新的，不是上午的鲜花啊，各位。你看上午的话，那个根部已经是修剪过了，现在奶妈呢是又重新的在修剪这个花，看来这个花不是上午的花，是新的，新拿过来的啊。啊，说这些都是鲜花，古筝和这个排箫都拿到上面来了。都拿到上面来了。哎呀，这乐器还得摆一下，哎，乐器还得摆一摆啊，给立起来。虎子刚才怼了，但是他还是没醒啊。我的心想，这次妙音加餐怎么加这么长时间啊？要准备这么多吗？啊，准备这么多，你不抬眼瞅一眼吗？哎呦呦呦，这葫芦丝差点倒了啊！赶紧接住了啊，生怕给摔坏了。嗯，在这个架子上啊，架子上，然后插满了小花花。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哇，工作人看着我，真火在哪？在对面啊，有点小，有点小。现在阿三不是很方便帮大家操作啊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你先下来吧，待会。哎，这字儿我们正好歪了，我们正好歪了，我赶紧上杯劲儿啊，看看这个奶爸会不会帮我们转一下。哎呀，正好我们是一侧面，我们看一切片啊，我们看一切片，这字儿是飞云生日快乐啊。哎，你瞅瞅，这真是纠结啊，真是纠结，不知道怎么摆好了。刚才摆好的又换地儿了啊，又换地儿了。我们看见飞云了，大家一起把小赞赞点起来送给飞云，然后稍等稍等，小赞赞等一波，先祝飞云生日快乐，刷个屏刷个屏，飞云生日快乐，我们看见飞云先说生日快乐啊，飞云生日快乐，萌妹生日快乐。萌妹生日快乐，感谢欣欣的腾飞烟火，谢谢欣欣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陈楠楠的姐姐的亲吻，谢谢，感谢皮皮猪队友的礼花筒，谢谢。感谢夏风如歌的荣耀奖杯，谢谢。感谢阳光灿烂小白马的腾飞烟火，谢谢。感谢奏姐的璀璨舞台啊！小萌兰打招呼来喽。我们先把飞云生日快乐刷满屏幕啊，刷满屏幕。我们先祝萌妹飞云生日快乐，13岁了。13岁了。感谢夏风如歌的璀璨舞台，哎，这个璀璨舞台可以点一下，左上角有个小框啊，把那个小框记得点一下。感谢古来泽的奇幻花瓣啊，谢谢古来泽的支持，谢谢古来泽的奇幻花瓣。哦呦哇，这个特效啊，这个特效啊，奇幻花瓣，谢谢。
飞云在吃果盘了啊，有食欲了，在吃呢。在吃果盘。感谢成为一个的礼花筒，谢谢。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的博物间，今天是萌美飞云的生日。哎呦，还在葫芦葫芦，推个地儿啊，推个地儿。感谢现场有说法的礼物啊，感谢大家的礼物，又太多了，念不过来了。感谢张艺林的王冠啊，谢谢。哎，怎么都给扒楞出来了？冰给推走了，扒楞出来了，炸牙。是炸牙吗？哎呦，拿起小笋来吃了啊！感谢奏姐的璀璨舞台，哎呀，萌兰打招呼来喽！哎，谢谢奏姐的璀璨舞台。感谢您的亲吻，谢谢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三二一啊！我们所有人，我们播间所有人，冲一波赞啊！猛冲一波啊！猛冲一波，看看我们力量有多大啊！大家一起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我们双倍赞，走起来！我们双倍赞，走起来啊！各位，小赞赞点起来喽！给力给力啊，说双倍就有双倍啊，大家太给力了，我们多点一会儿，看飞云吃会儿小笋。给力给力，大家太给力了，谢谢大家，太给力了，我们能点的多点一会儿啊。又拿起一根来。不知道飞云今天会不会看到二楼的这些礼物和蛋糕，我们跟着等一等，看飞云会不会往二楼走。感谢白白的加冕王冠，谢谢。感谢大家刚刚的双倍赞啊，谢谢大家的点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感谢大冉的直升机啊，谢谢大冉的直升机，谢谢大冉的支持，感谢大冉的支持，谢谢大冉的直升机。我们等了一天，终于见到萌妹飞云了，感谢小虎牙的亲吻，谢谢。感谢大家的小心心啊，感谢大猫酱的亲吻，谢谢。谢谢大家的小心心啊，谢谢大家帮阿三做一个留榜的数据，谢谢大家。金虎还睡呢吗？是的，还睡呢啊，装睡醒不了了可能。哇，好圆呀，我们的小猫头，没有一点点的毛刺儿的感觉啊，好圆呀。感谢不怕的亲吻，谢谢。朵朵完美，我们左上角的到时了，到时了，左上角到时了，大家可以领一下啊。
哎呦呵，吵起来了，吵起来了，好家伙！哎呀，得小一点声啊，得小一点声啊，别吵啊，这会儿千万别吵啊！哎呦喂，这家伙！突然间吵起来了，突然间吵架，咱不管，千万不要吵啊！这一吵架声音很大的，啊，声音很大的，咱不能吵啊！猫猫喜静，更何况现在飞云假孕期间，感谢一直恋的亲吻，谢谢。哎呦，别吵了，你吵就出去吵嘛！哎呀。等等，没事，应该是工作人员在维持啊，工作人员给叫走了。给叫走了，没事啊，给叫走了，没事的。哎呦，我们怎么了？哎呦，打喷嚏了。哎呦喂，还醒醒小鼻子。我的天哪，感谢奏姐的为你举牌啊，萌兰最帅气啊。会给我们一个小正脸吗？我们那个完美的角度，感谢欣欣的热气球，谢谢欣欣的支持，谢谢。哦，等会儿我把背筋卸了。要走花路了吗？我们看啊，先看啊，要走花路了吗？喂，等会儿啊，别着急啊，这个是睡在花路上了吗？是要睡在花路上了吗？这儿挺香的啊。感谢笑语的闪耀星辰，谢谢。感谢马玛丽的爱的纸鹤。4点是不让进，5:30关门是吧？周围有点挤啊。去二层了吗？去二层看过了。萌妹，哎，萌妹，
感谢小虾米的亲吻，谢谢。感谢是婷婷啊的亲吻。哎，没选上这个，这根行吗？这根行。闻一下，再闻一下，反复确认啊，行行行，反复的确认啊，没有问题。哎呦，我们吃的小耳朵一动一动的。感谢默默的亲吻。感谢是婷婷啊的捏捏猫脸，谢谢。阿三飞云看见了，好嘞，好嘞。感谢三三的亲吻，点到350是吗？感谢喵喵的比心，谢谢。那行，我们再点一波赞啊，我们再点一波赞，看看点到350啊，大家一起动动小手点点赞，感谢我叫山梅的亲吻，大家一起啊，3、2、1，开始，我们动动小手点点赞，我们一起点到350啊。我们小赞不停，小赞不止啊！我们一起看飞云包笋吃笋。闻一下不要，闻了一下不要啊，这根行吗？也不要，也不要啊，这根也不要。它有蛋糕。这根行吗？也撂下了，都撂了。全都撂下了啊！哇，太好看了吧！下面没有加关注的。萌妹啊，萌妹的代表飞云，感谢沮丧的亲吻。感谢米兰的拥抱的亲吻，感谢美酒加咖啡的亲吻，感谢心若冰山的粉丝们亲吻，谢谢。哎，炸毛花顺毛啊，飞云。感谢我叫沙妹的亲吻，我这个太顺太圆了吧，这个小脑袋。啊？走啊！快等会儿，你们现在的视力状态太好了。感谢心若冰山的王冠，谢谢。你在大连吗？是啊，在大连呢。这是飞云，我们给飞云今天过生日来喽。欢迎丽姐。你快过来吧，这边是飞云，我现在正在这里，快过来。拿上行李。
感谢甜甜妈妈的捏捏猫脸，谢谢。感谢心若冰山的墨镜，谢谢。感谢露露。今天这个吃播时间好长啊。大概没有加关注吧，对主播上上麦。好幸运啊。感谢露露猪的亲吻，谢谢。感谢皮皮猪队友的娶你回家，谢谢。哎，带走带走啊，这个连着那个咱们今天上午看的那个小粉猪一块儿啊，咱把飞云装这个小粉猪里，咱们一块儿带走啊。是的，特别爽啊，心情特别好。没有加关注咱。飞云今天生日，是的，今天是飞云的生日啊。虎子在干嘛？虎子的话在吃竹子。感谢默默的猜猜我是谁，谢谢。啊，给我们大猫头都挡住了。啊，谢谢默默的猜猜我是谁。大家来到阿森的播客间，大家今天如果还没有给阿森上过一个小星星的话，那麻烦大家帮阿森上一个小星星，做一下留榜数据啊。今天没有上过小星星的啊，大家帮阿森上一个小星星，做一下留榜数据，上过的啊就不用了啊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感谢丽姐，感谢丽姐。最火应该是没有看到吧，背的。他们两个现在互相背着。感谢真话，感谢你，感谢师姐，感谢一口大师姐。哎呦，我们吃的这个两个小朵朵一动一动的呀！我的天呀，我的天呀！来波赞吧，各位，来波赞吧，太可爱了，我们来波赞啊，我们再上一波赞啊，大家一起啊，三二一开始，我们动动小手点点赞啊，我们小赞赞点起来，我天哪，太可爱了吧，我们小赞不要停啊，小赞不要停，多点一会儿，多点一会儿，我们阿三的话尽量帮大家稳住啊，因为现在前面人比较多，阿三是举着架子呢，有点晃啊，有点晃啊，笑了是吧？必须笑。哎，又来了。在干嘛？在扭扭扭啊，在蹭蹭痒。